就有一個機構舉辦一個牽涉係跑步嘅時候同時飲酒精飲品嘅咧，衞生署較早時咧喺7月底咧係聯同咗香港醫學同埋科學會啦、香港浸會大學嘅體育研究中心咧，同埋香港中文大學嘅運動醫學中心係一齊咧係發信咗俾主辦單位，就提醒主辦單位咧喺運動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唔應該飲酒精嘅。大家都好清楚，酒精咧係對於我哋嘅中央神經系統咧係會影響。咁變咗喺運動嘅時候咧，就會影響一個人嘅判斷力啦、平衡啦，或者有陣時需要精準嘅時候咧，就容易出現譬如係跌倒，咁會有損傷或者骨折嘅情況。除此之外咧，酒精亦都係利尿嘅效用嘅。咁喺運動嘅時候，運動員出大量嘅汗，如果仲有個利尿嘅情況之下咧，就容易出現脱水啦。咁喺炎熱嘅天氣咧，就仲會容易比較出現中暑嘅情況。